先介绍我们聚腰自动化跟研华合作开发的整合磅秤配方跟无线通讯的智慧单元。那这个单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智慧配方部分，那另外一个是机台监控的部分。那这边是我们的机台监控模组，那透过研华的 ADAM 模组，它可以把数位信号跟类比信号还有温度的机台的温度拉进来，那汇整完之后再传到现场端的人机，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资讯透过研华的无线模组这个 AKI6332 传到我们的 WebSS， 也就是我们的中控式的电脑。那这整个架构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机台做一个维护。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整合磅秤跟配方的智慧磅秤模组。那我们这边的流程的话，就是现场这边会有barcode扫描器，那经由我们barcode扫描器输入工单编号之后，它会上传到我们的 WebSS， 那 WebSS 会去分析它的工单编号是哪一组的产品，那根据该产品别再分配适当的配方给现场的 PLC， 那跟现场的人机，那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现场人员自行输入参数所造成的错误。那在整个流程完成之后，我们的实际配方磅秤的数值也可以上传到我们的 WebSS， 那经由我们的 WebSS 做资料收集之后，可以汇整成一个生产履历，那这样可以方便业主做查询。那经由数据采集完之后，我们的生产履历也可以上传到手机跟平板，那给老板们检视。